在南加州家具行业享有盛名的老东方家具店，日前牵手中国家具巨头慕斯寝具，在老东方设立旗舰店，19号在阿肯伯拉市隆重开业。美国华裔民选官员、好莱坞著名导演、制片人、社会名流、华裔企业家齐聚一堂，共襄盛举。慕斯老东方旗舰店打造极致睡眠体验。慕斯寝具是健康睡眠行业的引领者，成立于2004年，专门致力于人体健康睡眠研究，并把它运用到整套睡眠系统的研发、生产和营销当中。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会与老东方一起携手，为美国的消费者提供我们最优质的服务，为美国的消费者提供一个整套的健康睡眠系统。慕斯寝具共有9大系列品牌，在全球开设了2800多家自主品牌专卖店，并与欧美国家数十家国际寝具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。慕斯寝具专注于国际化的研究与开发，每款产品多以人体工程学为基础，将健康睡眠作为核心。其中 3D 独立筒弹簧床广受消费者的喜爱，该款产品每个弹簧筒独立运作，使用过程中能减少摩擦，降低噪音，为用户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。我们第一次使用全球最好的睡眠科技研发，特别是我们的为顾客量身定造的睡眠测量系统，以及用马来西亚的乳胶，天然的乳胶，以及我们在欧洲的供应商也给我们提供最好的原材料去生产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是通过欧洲的设计师、日本的和中国大陆的设计师，以及美国当地的设计师，给大家带来非常modern contemporary 的这个设计的风格的产品。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、洛杉矶采访报道。